不用上链接先，等下上吧。已经上了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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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想不想过年打麻将赢到爆炸啊？想吗 ？Fancy Beauty 的这个他们家的一个那个气场全开唇釉，他们家是丝绒的，它是12小时不脱妆的。Fancy Beauty 的唇釉不沾杯不脱妆，涂上去完全不拔干，非常舒服。就是水涂完了之后，你会说：“哎呀，我涂过吗 ？”Rihanna 的唇釉 Fancy Beauty 在欧美卖到爆炸。只有一支颜色我推荐给大家，因为就是一号色，这几个颜色我就不太推荐了，因为比较适合于欧美人啊。这支颜色我跟你们说，打麻将用它，我跟你说赢到爆炸，赢到你不想再赢。看啊、哦，他们家唇釉，它的那个刷头是马蹄刷头，它的刷头是马蹄型的刷头，上唇非常非常的精准。这支过年打麻将涂它啊，我跟你说，这支不用涂薄唇，直接上满唇。一抹颜色浓郁，绝对是跑火的不得了。对方看到你涂这个颜色就已经输了一半，马上2000块钱放你口袋。我的妈呀，它其实这个叫做液体唇膏，就是它的饱和度啊、持久度啊，就是没得话说，爆炸，太厉害了。不会打麻将，那你会拜年吗？你可以用它去拜年，拿的红包都可以比别人多一倍。你画的太大了。嗯，有没有画的很精致？就这样了啊，亲戚你画一下给他们看。其实我跟你说，这个女生涂起来很好看，我画的唇峰太大了，就是真的好看。这里画大了，嗯，这个地方画的更画出来了一点点，更大非常的。好，就这样。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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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sorry。这个我要卸一下，不行，我这个画太大了，有点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只用沾一点点，它的颜色非常非常浓郁。我下去画太大了啊，下去画太，但真的很显白。谢谢。快拿一个那个给我，我把它画精致一点。这里有个棉签。不不不，我画精致一点，我重新画。这个我跟你说，就是白到发光。哇、哦，你看我翻，我好想说他的名字。你坐这有人吗？哎，我现在白到发光哎！我用这支颜色真的白到发光哎，而且它真的，我等下给你们试完了之后，让它就停留在我的嘴巴上，大概20秒钟左右，然后我们开始看它沾不沾杯啊。停闭到嘴巴，闭到嘴巴，抿，好，抿着抿着抿着。开始你以为是假油，这个不是假油了，这真的不是假油，这个很好用。哦、我的胡子都出来了，还给你，你就画好了吗？我用刷子，好可怜，就一支。给你们看一下女生画，但是她一定要画得很，怎么说呢？精准。对，一定要画的就是完美无瑕。范冰冰见过吗？我跟你说，我除了这颜色，真的跟范冰冰一样白了，真的这个颜色超显白，巨白哦。感觉如果我画不好会被打。那青青的唇有点难画的，对，他嘴巴好奇怪、啊。来了，我来了，你弄在牙齿上了，快擦掉，会垮掉。擦眼药，会垮掉，等下又要直播室。弄在牙齿上了，你涂的太里面了，你要这样子，李佳琦教你的那个，嘬一下。行吧，那也太……你在镜头外面嘬一下，你没见你在镜头里面嘬。好的。给我再沾一点，好吧？别动它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就是涂一点点就白到发光，真的涂一点点就白到发光。你也可以不用画这么红啊，就是薄薄涂一层，抿开它也可以的。就是看你自己。这一支我跟你说，真的是回春里的神器。和村里的神器，画的有一点点小歪，就翠花变 Nancy 的神器。好了，我好了。这个你看女生涂真的很美，你看它这个真的不夸张，美们买它，相信我，这个只有12000支。有吗 ？Oh my gosh， 很漂亮，就超级超级显白。这个哎，大红色算是女生都可以 hold 得住的颜色吧？
就是要这么红。对啊，不红买口红不红，为什么要叫口红？为什么叫口痘啊？对吧？一定要买这支，我跟你说，真的一定要买这支。我跟你说 ，so beautiful， 黄皮用完白到发光，白皮用到就是没有朋友，白到没朋友，好不好？这支是真的，我相信我，一定要给我买到这一支颜色。这个系列里面我只推荐一个颜色，就是一号色，这支颜就是正红色的代表。这支颜就真的，我只是没有参加正红色比唇釉比赛，正红色唇釉比赛这支颜就是绝了。而且美们，它就是15秒钟左右会干掉，干掉之后它不会染唇，染不是会沾杯，而且很好看啊，嗯，完全不沾杯，看到没有，不容易掉，就12小时不脱妆，不会沾牙齿，不容易掉，只要等它干掉了之后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再加5000支给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怎么拍？详情页面领35元优惠券，好不好？详情页面领35元优惠券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那些说哎呀这个太红了的女生，默默下单了，因为你涂出来可以像李佳这样白到发光，你不想吗？对吧？你不想吗？就会让你皮肤超显白的，你不想吗？真的特别特别的显白哦。加好咯，加好咯，所有女生加好咯。解禁女王色一号色啊，就是买解禁女王红正红色那一支，好不好？加了5000支，还有1700支，相信我，正红色的口红你今年就买 Fenty Beauty， 它还进中国了，好不好？它真的进中国了，真的是进中国了，要不然他们平时你自己买的话要加钱。还有6000，你们自己买的话真的要加钱，在外面买要加钱的。这个颜色真的太厉害了，绝了！我跟你说，是不是这个颜色真的是绝了？好显白，绝！而且我跟你说，这一支唇釉你可以用很久很久，因为你每次你不要乱玩嘛。我给大家看它的显色度、啊、就是你每次只要沾一点点，它的延展性都非常非常高。如果你薄薄涂的话，你就是沾完了之后把它蹭一蹭，然后薄薄上，它是有点偏眉调的一个感觉，好吗、嗯、这个颜色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，而且它的包装也是很精致的包装， Fenty Beauty 的包装很精致、跟别的唇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觉得这种就是一定要值得推荐。来，我们最后6000支，对吧？对，来，最后6000支卖完全部下架，没货了就没货了啊！3、2、1来喽，我们的最后6000支解禁女王色。好奇其他的颜色，其他颜色比较欧美，比较欧美，你们不要买，就真的 hold 不太住。欧美妆的女生的话可以买。你真的，你看我现在白到真的是哎发光哎，我真的在发光哎，脸上。这支的话，欧美妆可以买吗？这支吗 ？No。欧美妆不行吗？欧美女生吗？欧美妆的女生吗？就有点过了，这种回家会被妈打。太棕太土了。对的，真的这只回家会被妈妈打的颜色。这只粉红色加货吗？星星在加，在加，马上在加，稍微等一下，马上再加颜色给大家。喜欢加琪琪的都关注我们的直播间，好不好？马上加货给大家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哦，谢谢大家。你就是好喜欢玩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太混，这个就只有我涂得出来。比一下仙女或者是我涂得出来，别的颜色 no， 我真的不耽误大家时间，也不耽误我的时间，就是别的颜色是 no。刚刚加好了，然后秒空。不可能。我都没有看到。我也没有看到，怎么可能秒空啊？他没有加上来了。想看紫色。他真的没有加上来。紫色给大家试一下，没有浪费，没有浪费。哦，我跟你说，就给大家刷色。这天真的好好看哦。哇，这个紫药水本水。这个颜色我跟你说，真的女明星，我跟你说，人手一定要有一支。这几颜色女明星的人手一定要有一支，而且完全不沾牙齿，而且不会容易掉。哇，这个紫色还没有加上来，稍微等我们一下下，不好意思哦，美眉们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。我们底下是完美套装，欧莱雅，然后竹本，然后就是我们的露华浓口红了啊。老板，还有一个颜色来了，加好了，加好了，所有女生加好了，还有2900支，加了6000支，还有2900。还有2100支，自己去拍，往下滑详细页面领取35元优惠券，到手价193，破价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就跟你在丝芙兰买还便宜。还有一个芭比粉，哎，这个真的是芭比本芭哎，没了 ，so sorry， Barbie， 好了啦，好玩吗？他们想要看别的颜色，别的颜色都说了不用看了吗？就他们想看吗 ？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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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人家想看不可以让别人看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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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可以。等一下，咬一下，这个好像有点放太久了。没有了。
Fenty Beauty 全没了，还有一个裸色的，这个就是好像粉底液哦，还有一个这种裸色，就太欧美了。我跟你说，花西子的每天都要 Q 一下它，太好卸了。那你给我一张吧，非常好卸。那你给我一张，无比好卸。就这种，我跟你说，它有一点，就这支唇油有点好，就什么你知道吗？显色度高，而且不脱妆，而且还什么你知道吗？而且还不染唇，很好。一般这种很持久的那个唇口红啊，都会染唇。我以前试过一支黑色的，也是他们家的。就是、我以前试过一个某福某的一个品牌，某福某，嗯，某福某的一个品牌的黑色、蓝色那些卸都卸不掉，我的嘴巴紫了一个晚上，你还记得吗？蓝精灵那个，嘴巴紫了一个晚上，哦，是吧？我不记得了，我不知道。我们两个涂了蓝色，然后我不记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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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这回事吗？没有。